是帝君吗？是。既然是帝君，他老人家按惯例去梵音谷讲学，仙官为何让我来替他讲茶事？仙伯有所不知，昨夜帝君与连宋三殿下商谈要事，我原以为他不会来了，才寻惯例找您代班。可谁想，他老人家竟又出现在此地。帝君心系八荒六合，连讲学之事都印刻在心，此乃天下苍生之幸啊。有劳仙伯了，既然帝君亲自来了，就请仙伯先回九重天吧。啊，告辞了。此次帝君讲学并未叫我跟随，竟独自前往，难道并非为了妙一渊？竭力郡主，不知你布置这些暗道陷阱想做何用啊？就是啊，昨日夫子不是说了吗，今日将由一位善茶事的仙伯来代授茶席客，本郡主想用这些暗道陷阱吓退那仙伯。可是待客仙伯被吓跑了，那茶席客岂不是无人讲授了？要的就是无人讲授啊，这样原来的老师不就可以回来了？对呀。哦，这样聪明啊。还聪明呢，我看是傻得天真，也不知道这位受人爱戴的老师到底是哪位。这就行了吧？啊，再坚持点啊！多了一口。我看看，你觉得这题行吗？觉得这个可以吧？啊，这样挺结实的。把它一盖就好了。哎，本少晓得你对那位用情至深，但他可曾上心？你们二人云泥之别，你这般做法小心惹得他生厌，从此再不来我族讲学。他不来讲学倒没什么，若母君届时治你一项大罪，你可别怪本少不为你求情。女君那里若怪罪下来，我自己领罚，不劳你相帮。那你可知他已经在九重天上觅得一位良配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我听说他二人虽未行祭天礼，但他俨然将那位女仙当夫人视，不仅十分珍重荣宠，甚至还有同寝共浴之事。哎，你怎么哭了？若论九重天上风流者，应首推天君三皇子连宋，可就连他也未传出与什么女子未行祭天礼便同寝共浴之事，这到底是哪位仙君如此狂诞，倒让人刮目相看。我，哎，你别哭啊，我最不懂应付女孩子的眼泪了。那只要你不哭，我就帮你治这个暗道可好？母君面前也帮你遮掩。你就是存心的，你死心恋慕清秋的帝姬不成，死而不得，才望全天下的人都跟你一样一世孤鸾，一人独守白头。你胡说什么？分明是你胡说，老师他那样高洁怎会如此？我不信，我一个字也不信。郡主怎么说了？不会吧，清秋帝姬，想不到姑姑他老人家在如此偏远之地尚有少年人为他落魄身上，厉害。九哥，你过来。蒙少，唤我何事啊？怎么了？你之前说布置暗道陷阱之类的你最熟，你帮忙看看。嗯。我看劫律这个图啊，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。嗯。他既然想设置机关，就让那个待客仙伯掉入陷阱，两三日也出不来，再无法待客为好。我看看啊，你看，这里太粗糙了吧，这撤了。还有这里，
这里施个法，将他和司心河连接在一起，然后再做个障眼法，届时那位只要一掉进去，哼，我们十天半个月都不用见到他了。可这样做是否有些狠了？若待客仙伯回去后怪罪下来，可如何是好？那要不这样吧，你们用昏睡诀把坑底注满，务必掩盖的严实些，只要待客仙伯掉落，能睡三天三夜。但是他醒来问罪也很麻烦啊，怎么办呢？不如就让他顺着司行河一直飘下去。